副总统萧美琴代替大清朝总统亲手颁发褒扬令，感谢空中英语教室的创办人彭文慧女士，76年来为台湾的英语教育有真侪贡献。彭文慧老师的生命历程更是已经融入在台湾的历史之中，他告诉我们心在哪里，家就在哪里。我也曾经跟他说，彭文慧老师，台湾就是你的家了，而且永远都会是你的家。彭文慧女士顶个月因为器官衰竭转离开世间，享其寿98岁，半世人奉献伫咧台湾纪念音乐会，前总统蔡英文冇出席。短短致辞除了感念彭文慧对弱势关怀，也回想到去年六月彭文慧正式摕到台湾的国籍了后，家己亲手甲护照送去伊手里，想袂到今年四月见面竟然是上尾啊一届。彭文慧老师，那美好的仗你已经打过了，当跑的路你已经跑尽了，所幸的道你已经守住了，从此以后有公益的冠冕都为你存留。彭文慧女士回去天主的身边，但是真关心台湾的伊，在台湾所种的教育经济会继续代代传承。美食新闻综合报道。台湾最好看的台语新闻 MOD， 请收看民视新闻台。